今天呢，在直播界呢，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创举，就是真真实实的利用科技假发来还原鹰眼的发量。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尚。我们设计师边剪，我们就边聊。其实我大概的话是在20多岁左右，其实有尝试过很多很多方法，比如说。生发水擦生姜，擦生姜，有还有更刺激，就弄辣椒水，弄那个接发，然后那时候就去体验大概200次，他是说都可以正常梳，然后也可以正常剪，但是没多在2-3天就掉了，2-3天就掉了，对，其实那个效果并不是很好。植发那个时候，其实我曾经有想过，但是我蛮怕的，所以我就打消这念头。插播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已经把头发科技染发就放上去。好 ，M 型度哦，可以，但是 M 型度看你是小 M 还是小小 M， 还是中 M 大 M， 哪有分不同啊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非常局部的一点点小 M 的话，那我建议你还未必需要用到这东西，你可能用另外一种产品叫做 Domo Fiber 发粉就可以了，稍微把它头皮稍微沾一点黑就可以休息。但如果你今天已经到了很明显的一个 M 字了，那当然你可以用。这个科技假发帮你测量前面这一块头型，然后用发片，你也可以用扣夹的方式，你不要选择粘贴，你用扣夹的方式来帮你解决这个秃头形象。好，我们现在发现剪的差不多了哈，大概有8-9成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是用短发的造型来呈现。短发造型，因为夏天到了，其实我也考虑夏天我也要换成短发。那各位看他的发型，再看我发型，其实我头发是用烫的，我这一样是发片，那一样这个发片可以做烫，可以做染，所以我个人目前来讲，年纪大概比他小5岁，所以我是觉得蛮喜欢卷发。我来看一下，大。改造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哈，就已经有形状也形出来了。其实这个科技假发它厉害的地方，可以帮你量身刻制，依照你头型开板开模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帮你量身修剪。假设你今天要定制这个科技假发，你先缴一半的定金，东西来了之后，当天帮你修剪完成，你来认定自不自然。如果你觉得不自然，那把前面你缴那一半定金全额无息退还给你，不扣任何手续。如果你觉得满意，你再把尾款缴掉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看一下啊，它这个已经是几乎是快完工了。你可以看一下，戴一下它的这个发流，它发流，它的发线位置其实都是非常的自然，然后跟自己的头发来做一个衔接，很重要。我要强调，Domo Hair厉害，就是开板开模跟它构思技术非常厉害。喜欢操的吗？我自己就是使用者，它的发流的设计，发流的构思是非常立体构思，不是扁扁塌塌的哦。它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哦，没有上胶，会看到发流是生动的、立体的。我说那待会可以上一些造型品，没问题啊，可以上造型品。那如果说你想要上色的话，你也可以用那一种一次性的发蜡去染。当然你要永久的染也可以，但通常发片我不建议你太常去做染烫，太常去做染烫。当然，因为它是虽然是真发，但是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真发，所以你太常去染烫它，对它不好。这个至少年轻10岁以上啊，这是最值得投资，因为它不开刀、不吃药、不打针，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后遗症？一个小时之前它是什么样子？一个小时之后它又变成什么样子？来，这个是 before， 这个是 after， 一个小时的差异啦，你就说它值不值得？一个小时的差异哦，我没有用什么生发水，我没有去植发，我没有什么都没有。一个小时差异，可洗头，可游泳，可以跳伞，可以潜水，可以带着睡觉，都没问题。一个小时的差异，好，还原，呜，我真的很满意。你看他的发线，他的发线的走向就是自然，我强调，这不是一般公版的假发，它整个弧形，整个衔接。Thank you.